眼里有一份，如今你居然还瞒着人，甚至勾结外邦，试图挑起天下大乱。来人，拿下他！谁敢？念轻易，你要造反吗？陛下何出此言？臣与北林派斗争。你真的造反吗？你算了，你敢盯上这里？陛下何出此言？臣与北林派斗争，就是为了扩张臣服的疆土。也是为了他们拿枪刺你，直接把枪打断，拿枪头打，这个就没事儿哈，完了。好，你也有事怎么演？那我说词儿的时候是带着伤说，你说你哪个说词？所有的。你没词儿了后面？还是哦，有词有词，有一点。放过他们要不要说？说。放过他们。多言。哎，你就说都别动就好了。我就说都别动啊。都别动。放过他们，拖一只灯，其实有喜，其实有喜啦。然后他反应，他一上来，老师你就往下问，就喜了。有喜了，有喜了。好，反应好，老师退下来，退下来，对，对，坐在他床边。属下恭喜殿下，恭喜王妃。一二三，讲。属下恭喜殿下，恭喜王妃。反应，属下也恭喜。殿下，他应该再早一点，不然我们一起来。好，一抓不退。好，来就这样。好来。啊，校长，哎，他到了那个志奇那里就要去见他。好嘞。好，谢谢。